加一点点。算了，干啥呢？你那个腰不别打，我的腰好几千万，俺打的你糊里糊里的。你把那竹子都咬死了吗？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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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几十亩。我们是搞竹城闯的，以前没这么严重，前几个月打了药的，打药了。目前的话，它是发生地区有3.6万亩，这个蝗虫在我们桃园这边属于每年都发生的自然灾害，然后现在已经治理的差不多了，今年属于这1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。它是因为去年我们桃园这边有一次相当严重的干旱，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得到了比较大的蝗虫。